抽一下。抠一下，别让他抠到我们啊！这也能抠到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二级学个 E 吧，让他多打一下呢。这先平 A 他呀。这螳螂真是我的好兄弟啊，帮我这样赶开的大蛇，减速 A， 偏不跟他打，抽一下，马上升个三，抽一下。眼儿没插过去，卡个兵线啊！其实我刚才想闪现杀他，但是这个蛇女旁边我不知道剑圣在没在。如果剑圣在旁边，我们很可能会死。所以我没敢闪。这大蛇你是真不怕死啊，你是真不怕死，你真不怕我杀你啊，大蛇。我都放你一马，我没想到啊你居然能还回来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卡萨丁能有这种发育，说实话。打蛇女的话啊，已经是无敌了。随便送兄弟们，嗯，我已无敌。好了。回家了。一个头就无敌了，卡萨丁一个头就无敌，就是这么恐怖。你记住，一个人头就无敌。来一个遗失的章节，马上升啊！赶紧推，抠一下 ，A 一个小兵升 RW， 抠 E。来 R 踩平 A， 不杀了，杀不了。再杀我要死，不合适，不跟他换，回家了。来一双皮鞋吧，那婉豪到底杀不杀，真能抢。
咱先插个眼儿啊。抽。这大蛇升六，我有点慌啊。RWE。抽。R 平 A W 走，别个 E R W Q E 走呗 ，R 踩死。你以为你能瞪住我？其实我有走位，不好意思。你说这卡萨丁说正义将会得到伸张，你说你像正义的人吗？你很正义吗？还正义的化身了吗？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传送，卡萨丁一己之力对抗虚空是吧，然后被虚空吞噬了。我抠你一下，看看那剑圣去哪了。我们攒个三成 R 啊，看看这剑圣能不能找得到，把剑圣杀了。哎呀，非得跑，那能跑了吗？我一手 R 闪，兄弟。这波别用 R 啊，有可能小驴人来，我们要挂。好，小驴人没来，我确定小驴人没来就行。我是闪现 R 吧，我是 R 闪，你相信我，我说 R 闪就是 R 闪，我不可能用闪现 R 来骗你，对不对？那卡萨丁的出手就那样 ，R 闪就是那样。这剑圣跑去那个石头营去了，我们找他去啊！三、二、一 ，Hello，Nice to meet you， 还打个石头营。我说我无敌，你还不信？踩 A E， 走位 ，RWQ E。有盾也死，没用，把一血打拔了，好，回家。就想知道我这美甲切魂卷能不能出得出来。平衡终于一切。为什么美甲切魂卷出不出来？我退一下。我是乌迪尔吗？乌迪尔这把碰不着人儿。QRW
印一下。剑圣哪里来的？瞅什么玩意儿呢？谁允许你瞅的？个老蛇，谁允许你瞅了？个老蛇。生什么气啊？来把这剑圣杀了！你杀人杀的太慢了！药忘吃了，可惜了啊！这波忘吃药是不是不应该？还好咱没出美甲窃魂卷啊，上去看看这大蛇能不能杀。哎，费点劲呢，那没蓝 buff 玩的真闹心。玩卡萨丁老没蓝，没蓝就没蓝清线，然后也没办法去找他们去，他们也可围死我了，都不好杀都。你到底打不打？过来打我，小驴人！小驴人，过来打我，小驴人！快点来打一下！真是够猥琐呀！他敢戳我们，肯定旁边有人。100%，一下，闪现 R 斗 Q 扎，送蓝，小伙子可以啊。为了防止这个蓝 buff 被别人给抢掉，我决定啊，也把他打了。先来美甲的窃魂卷，再把这个卖了，咱来一个耀光，直接传送，这波随便打。他打不了 QE， 格莱文先死 ，WE 再踩，这哪来个剑圣？剑圣啊，剑圣怎么能从这个地方出来了呢？送给了螳螂，我很难受。嗯，我发现这卡萨丁要想狠呢，还得是来个丁啊，没有丁不行，没有丁这帮人老干我们。老剑圣，那蛇女现在我一套就秒他，三个技能。看看这一波能不能打啊？别打，勾引一波。
Q R W 变急杀，杀小驴人，小驴人哪去了？你可走不了的小驴人，上波啊，差点让你走了，你给我死！今天我必须守你尸。格莱文几个人啊，算了不杀了，我们先回家，先把这巫妖给他做了。哎呦我这人咋这么老些呢，别错了错了，德莱文文哥，哎呦我文哥真猛，狗仗人势啊啊，刚才啊，对我还得敬我三分，刚才看见我跑了，这回有队友果然是不一样了啊。我的队友把他们全杀了。杀我其实没用，我的书啊很快就起来，让我收割一波，我的书瞬间就起来，真的就一瞬之间。把蓝打了去，给我杀德莱文，漂亮，走我们找一下这个卡莎，女儿我来救你，老威报仇，妈了个巴子的个剑圣，你给我等着啊，我今天不把你杀了，我就不叫兰陵汉，我就不叫虚空卡萨丁，上哪去了？他把这个打了，是不是往这儿跑了？人呢？哎，我就奇了个怪了啊，搁这儿呢，这里是不是还有个跳蛋？你就回来送啊，我都知道这里头有跳蛋，他指定得跳回来。红有吗？红 buff 的话，给他踩了，还好没踩掉。往哪走？剑圣，小绿人马上死，三二一，算了，我就不用 R 闪杀他了啊！德莱文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虚空之力啊！德莱文，让你见识一下。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虚空之力。
哎，你们说我如果把这些都卖了，我想直接买一个炽天使，他让买不？他不让买。没想到吧，我有传送。呀，投降了，投降了。但这波我觉得大部分的兄弟应该都猜到了，应该不会有人没猜到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嗯，不会吧？